2018年7月17日下晡，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甲市长参选人姚文智立委两人的服务处联合举办一场精彩音乐演唱会，地点伫台北市民族西路187巷4号的十方角集嘉宾音乐剧场，由资深作家冯光源担任主持。台南艺术大学音乐系李奕清教授甲伊的牵手林千钧联合演唱。李教授是台湾有名的音乐家李泰祥老师的后生。即天下晡，两阿母演唱着伊的老爸生前所创作真有名的歌曲，以及原住民的老歌，由钢琴演奏家李世勇老师担任伴奏。尊敬的李泰祥老师的公主，叶夫人林千钧，就是咱拄只就是女高音。我前下拄啊听当中足激动哩。我细汉，我小学六年的去参加一个台北市立青少年管弦乐团。这个乐团的所在就是旧福清国小的礼堂。这个乐团就是对倒来，对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就是讲咱台北市，咱有附属一个台北市立的交响乐团。我甲大家报告，现任的台北市长啊，柯文哲4年前当伊入来台北市政府，伊第一遍看到台北市立交响乐团的衣裳，看到这个物件，伊讲嘿。这什么碗糕啦？因为他不懂。第一点，我感慨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去参加的这个乐团，你看台北市立交响乐团的团长、指挥，都是李泰祥老师啦。李泰祥老师呢，这几十年来，都是和政治上。即系对文化、对艺术、对音乐无了解、无重视的政客，你甲看，伊几十年来对伊安尼伫乐团奉献，离开连一个工作，起码的头路费伊都无啦。几十年来，李泰祥老师啊，安尼起起伏伏、浮浮沉沉，一直干。对啊，拄只咱听遮侪遮个李泰祥作曲吼，对，咱拄啊听阿美族原住民歌曲，一直到翻译等红树，遮拢是李泰祥老师所写的曲，这足无简单嘞吼，足无简单，遮尼好，遮尼优秀，遮尼伟大的一个咱本土的音乐家，在伊尾啊即几年，
足寂寞，足落魄，着当兵，啊，嘛无法度得到任何政治的资源，就是咱这个所在的主人，咱十方月集吼，咱十方甲进，咱的徐伯年徐老师吼，伊甲咱李泰祥老师甲帮助啦。一个旧年过年来到咱十方月集，阿姨身躯存无200块，阿姨破病的身躯，伊来遮要看，伊爱的甲去，啊，伊要搁温顺着过去，伊伫咧做音乐迄个时阵，一直遮家己弹、家己唱、家己想，啊，伊离开的时阵，咱徐老师啊。抓包一个小小的一个红包，包一个2000块的红包给伊。啊，李泰祥老师安尼，目屎淋落来，啊，徛伫门边，啊，脚骨无力，本来阁险跪落去。伊就是要甲咱十方月集，甲徐老师，甲咱大同区，甲咱的所有的市民，甲咱最后的一个告别。伊受到咱2000块的帮助，伊身躯最后迄几年，伊毋捌赚超过200块啊！2000块对伊来讲是尾啊半年，伊身上上界有钱的一天啦。所以迄天是伊最后的一个过年。啊，我今日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咱台湾的社会，咱的环境，咱。不应该安尼对待一个艺术家、一个音乐家，一个对咱台湾现代音乐艺术文化有贡献的老师，啊，是毋是？咱选一个好的市长，咱选了姚文智，咱选一个文化市长，甲咱来打造一个文化都市，一个有文化、有气质、有音乐、有艺术的首都台北市，好唔好？好。姚文智吼，伊要阁甲咱报告第二段，啊，甲顶下咱演奏煞，姚立伟吼，姚市长伊会阁甲咱做一个结论。当然，对咱音乐艺术啊，上界了解，上界无简单的吼。咱今日的主持人黄光远黄老师吼，我甲大家报告吼，大家应该平时拢有看到，平时啊，夜深人未这个节目吼，黄老师无简单哦。伊主持啊，迄哈尼受欢迎、收视率哈尼高的节目，伊主持一场吼60000块呢，啊，迄录一场吼，嘛是2-3点钟就解决的。结果伊今日啊，对下晡1点外就来，他顶下要陪咱到5点外，伊他妈录2集的呢。结果彭老师伊听到讲姚文智要来参选台北市长，人伊无第二句话，今日人伊来，人伊。用着2集录影的时间，伊免费来甲咱主持，阿你有赞无？对，我给那光远，你牺牲那么多钱，干脆上来再多讲几句话，来一起吧，好不好？好。来跟来跟说大嘴巴。啊？来，阿你应该买晒买晒。免来，免麦克风啦。没有麦克风啊。好，不要这样丢嘛。来啦，来啦，来啦。好，那么来 ，Love Young Rose。好。其实我是都要听阿健讲一段故事嘛，真感慨。原来私底下你看伊对伊文化的关心，台北市。交响乐团，啊，或者是讲这个李泰祥先生的故事，尤其咱住伫老台北，
老台北嘛，足侪故事，吼、哦，大家记得过去，咱有名诶台湾诶歌曲，啊、哦，譬如讲《旧情绵绵》，啊，譬如讲即个《思慕诶人》，叶俊麟，啊、哦，叶俊麟作词，应该是杨三仁，杨三仁作曲，啊、哦，你看这些专家哈、哦，啊，其实叶俊麟哈。哦纪念音乐会，二十周年音乐会，我都有在联络这个代志哈，无话不会举行，大家嘛到恁来参加，好不好？好。我想要讲叶俊麟哈，啊，其实佫有当然李林秋、杨三郎哈，啊，佫有邓雨贤，我咱的邓雨贤哈，四月望雨，其实拢发生伫六台北，啊，就是咱徛起遮。啊，但是呢，咱对文化的保存，啊，咱对过去这个，参像李泰祥，参像李林秋，啊，邓雨贤安尼的人物啊，其实咱做，咱努力，啊，咱家发挥，咱家这个包容的功夫拢无够，所以咱的文化慢慢啊弱势，慢慢啊弱势。大家凡是参加过，啊，咱的区公所。有一摆，我就甲区长讲，哇！你办这老歌足好个啊！吼、哦、啊，曾彦明老师，伊个外婆啊，拢伫头壳内。哦，庄永明伊嘛最爱唱，啊、哦，外婆啊拢伫头壳内。哎呀，但是办起来咧，就是区公所，哦，公所主办，哦，或者是讲即、這个就民间的企业来帮忙安尼，哦，会使讲惨淡经营。在讲吼，真个伫奥地利萨尔茨堡，啊，莫扎特的故乡，啊，迄是用要用这个故事，吼，所有来台湾的人，拢爱来这个所在，像李泰祥来十方乐集，未来就大家在怀念你唱迄个橄榄树的时阵，你唱迄个欢颜的时阵，唱拄只遐原住民歌曲的时阵。都买许光最要李泰祥最要感觉啦，伫只段业挂结，啊人了伫只唱。其实这就是文化的故事，啊这嘛是咱的都市哈，有文化性，有故事，伊值得咱怀念，啊会当传予咱每一个子孙，的一个足重要。所以这个代志应该谁来打起来做？市长来打起来做，啊、哦，应该啊、哦，应该投资拍电影、音乐剧，哈、哦，这个和那个甲灌 CD， 哈、哦，啊，甲招大家来听，哈、哦，应该逐年拢办这个所有的台湾老歌的音乐会，对不对？对。这就是。好啊！一个市长对于一个文化政策绝对是有影响力。文智在高雄市，那个时候你当什么？那个时候你是新闻处长。谢长廷当市长，他当新闻处长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影响台湾的电影很大。他做什么事呢？他把高雄的拍电影的环境建立起来，让很多人台湾的电影人能够去高雄拍电影。为什么呢？因为高雄天气好，高雄有很多的它的建筑啊，它的景观是没有受到这个太污染，所以高雄是一个拍电影的地方。文字看到了，他马上把政策拟出来，在高雄他有一套拍电影鼓励奖励拍电影的方式，然后马上蔡明亮的电影，是不是蔡明亮的电影，就对对对，天边一朵云不但得了奖，天边一朵云因为在河堤社区，高雄河堤社区拍，他把河堤社区也把它整个把它给捧出来。所以一个城市他如果能够变成一个拍电影的城市，他其实宣传的，他不只是啊那个电影，他宣传的是城市，
他宣传的是这个城市所在的国家。台湾因为《天边一朵云》这部电影拍了高雄，他在全世界上演的时候，大家看到台湾有一个城市叫高雄。那这样子是需要一个政策在后面。文姿他作为一个新闻处处长，他就把这件事情做出来了，是不是？所以如果今天文姿当台北市市长，他如果有这样的权利，他不会像另外一个，我真的那个人的名字三个人那个三个字，如果我讲出来，我回家要刷牙刷很久。我基本上是拒绝讲那个字。第二个字一样。没有，可是呢，我又不太喜欢用那个英文，那因为那个英文 professional 啊，那个是，可是这个人呢，他一点都不专业。这个人基本上是一个，好，我讲四个字：跳梁小丑。对啊。我以前也是一个跳梁小丑，许久经，记不记得？可是那个是一个 performance， 一个是表演，那个是艺术。他不是啊，他天生的是一个跳梁小丑。没有看到一个首都的市长是这样子的。文字，你以后会不会这样子？文字，文字，很快啊。不会，不会，这个是一个，这个跟教养也有关系。他经常用一个疾病来，就说作为一个借口，不要再欺骗我们。这个人太会骗，所以呢，这个东西我真的不太想讲这个人，因为今天这么高兴的一个场合讲这个干什么呢？对不对？对对。文字他真的在各方面，尤其是像我上次节目里面访问他。他随便讲就是台北市的很多的小吃他都知道。一个人要有生活，没有生活你怎么去管理这个都市？因为你自己不懂生活啊。有一个人，你看我没有讲这三个字。有一个人，他以前是谁？每天陪他医院，然后家里陪他医院，多少年了？陪他医院，家里台大医院，台大医院，好，今天去一下 7-11， 然后家里台大医院，多少年来就过这样的日子，他对这个城市有什么了解？他凭什么来掌管这个城市的所有的施政？真的是你够了啊！所以呢，我今天在这边特别讲，当我听到是文姿的场子，我说没有问题。刚刚议员在那边虚报我的身价，我说我如果有那样子的身价就好了。OK， 我真的没有，所以不要绑架我。OK， 他哥散发文化的气息，他也出靠，主要有一个博二艺术特区，现在少年人都去哈，博二艺术特区，拍摄那六个字哈，姚文智何为名啊？那六个字我何为名哈？就是讲，拍摄，我吹牛一下哈，既然你提到我在高雄做的事哈，我是做这个代志哈，应该是不只专调哈，而且哈，高雄某一个交响乐团哈，那交响乐团哈，团长跟我是外妈子哈，好，我绝对袂甲讲这下面挖哥，高雄的交响乐团哈，跟我变做最好的朋友，起码跟他来硬吧哈。编导音乐会拢同意我去，啊，编导有新的创作的歌曲，啊，拢叫我去，啊，我嘛希望讲未来有机会，我足济只人才，吼，拢伫台北会当来发挥出来，安尼好，好，谢谢。其实很感动啊，在其实这是老社区恐怕是唯一的一个艺术性的 live house， 那刚好又是李泰祥。他的公子跟应该是公子跟媳妇儿，对，那他们一连串的主曲，也不禁让我们怀念起这个我们的台湾的音乐大师，那也感受到台北啊这个整个新旧文化的传承。那未来我们希望不是只有往东区啊，那老社区里面有很多的文化的精髓。衔接传统，那影响未来，
这整个文化的丰富性都要靠整个城市和共同来推动，所以我非常感谢黄世坚议员啊，他其实是那个这个文化艺术修为非常高的这个议员啊，那他能够把今天的活动办得这么有文化气质，我们气质都好起来，谢谢。嗯，我觉得一天三场跟议员合作，对，这样先巩固技能。今天三场都不一样，刚刚是亲子活动，这一场是文化活动，下一场是儿童剧啊。那我觉得选举本来就可以非常的丰富啊，那不管是基本盘也好，或者是亲子或者年轻人各种活动，我们都参加啊。那也非常感谢我们本党的议员啊，他们也都很有创意啊，把各种活动都逐步融合进来啊。那刚开始或许大家觉得说客厅会演讲场，但是就逐渐有起了很多变化。我相信这个选举我们会越来越有创意。我觉得怎么看现在柯市长拉拢第三势力，他现在只要当亲民党议员候选人讲台？好，我想大家当然就争取支持嘛，哈。那我们其实也一样啊。我看到他有的其他党派的议员，我们也熟识。其实我们也会争取他们的支持。因为会知道，就是说，因为之前这个李处长有说已经开过会，那之后就说会一连串的这个政策会出现，说您跟丁守中还有跟柯文哲的同样地方，那大家会期待说您的第一场就是所谓的政策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就是整个的大型的这个造势。我非常感谢秘书长啊。其实我最近在讲这个青年救国团的事情，它就是一个创意的政策，它一方面是救急，希望赶快解决这个文化大学宿舍案学生的安置的问题，那一方面也借这个机会来检讨过去的这个不当党产，它未来是不是在整个台北的社会住宅的发展里面是不是可以把它融合进来，它是一个住宅政策的公共性，然后短期跟长期各种的规划，所以经过各方面的人才或者中央或者地方啊，我们议员大家共同的讨论之后，那就淬炼出像健谈青年文化中心它过去的发展，它的问题，然后未来啊它发展的方向，那这个阶段它能够协助社会解决什么？我觉得它这个创新的精神是在于说，我们在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短期、中期、长期，它怎么样配合这个地方的历史定位，然后再展望它未来的发展，找出一个解决之道。在我看来，文化大学的宿舍案啊，最好的安置的方法就是，现在利用健谈青年活动中心，那它是因为它是旅馆，它很方便，那交通非常的顺利。那这样的方案我们未来会更多。我觉得现在我们这边丁守中阵营跟柯文哲阵营现在被说有三大美女发言人，你认为我们司雅委员这边的优势在哪里？一定是最美的发言人，不然你们比比看啊，更何况又叫瑶瑶啊，第一就是下洲，第二个小水啊，这就是这个我们的发言人。那我们未来还有一些更年轻的发言人啊，那就吴思瑶是首席发言人啊，那我们未来还有其他年轻的朋友在加入。伊过去历任的市长、历任的市政府拢好大虚功啦，咱台北市有足侪大型的演出场所，比如讲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的厅、小巨蛋，等迄个南港流行文化中心，这个北区艺术中心等等，但是咱台北欠缺的就是中小型或艺术工作者、音乐工作者，因会当有演出啊，有当甲咱的观众、听众、市民交流的所在，这是真欠缺。因为不是每一位人生出来拢是张惠妹，拢是苏打绿、五月天啊。拢是马友友，唔是哦。咱每一位好的音乐人才、文化人才、艺术人才，拢爱有好的环境甲培养，才有法度对优秀
到中到大来成长，所以我期待姚文智能够做就文化市长，将咱台北市打造做文化台北艺术首都，也就是讲，类似巴黎、纽约同款，咱台北有足侪中小型演出的场所，通好栽培更加侪音乐家、艺术家。这就是今日咱办这场，咱借着姚文智参选台北市长，将咱市民五万的文化寄望，期待未来的姚文智市长在形成做政策，在咱台北市来推行。在未来，咱台湾的首都是艺术首都，咱台北市是文化台北。好，谢谢。啊，这个问题哈，你只要是民意代表以外，你嘛是一个对音乐相当有素养的人哈。啊，一个我那艺术家哈。啊，你今天这三位老师，这三位艺术家的表演，你有什么安尼讲评的？有啥欧罗所在无？来，这三位老师真无简单，因伫现出时，咱这么困难的文化环境，伫唔是真好。诶，文化条件之下呢，因有法度用去今日这么精彩完美的演出，用去讲因无输过任何国际性诶演出。啊，尤其啊，咱李玉清老师甲伊的夫人哦，林千军，那么因演奏甲演唱着足侪首拢是李泰祥老师的作品。啊，李泰祥老师。不但对咱台北市市立阿高行乐团，伊做个团长指挥有真多贡献，而且伊脱落来了后，啊，伊将伊的音乐才华写出足多的作品，即个作品今日佫借着伊的公主，啊，甲伊的新妇，因做遮尼好的演出甲表演，我感觉讲这是真无简单。这会使讲是伫咱在地台东唱出这世界性的水准，所以台东区是咱台北的发源地，咱要建立文化台北，就是对今仔日对咱的台东开始做起。好，今仔讲华语哈，咱王世坚议员办这个音乐会哈，伫这个六道台北社区内底啊，但是。咱台湾有足侪好的人才，吼、哦，内底今仔有西洋的音乐，有咱本土的李泰祥创作的主曲，啊嘛有第一摆发表，哈、哦，所以今仔这场的无同款的选举，吼、哦，互我感受真深，哈、哦，咱未来不但是老台北，哈、哦，伊的文化艺术爱发挥，咱要追求做一个国家首都，伊绝对是台湾啊、哦、文化上重要的所在，啊、哦，所以。即、这个未来，咱的都市发展内底哈，咱一定爱发挥台湾的文化，啊，吼，咱伫台北伫世界的都市内底哈，会当感受到台湾文化的风韵，感谢大家。比较缺乏这种小规模的，就是能够谈的很有质感，政治的这种活动。那政治活动其实是可以跟文化的活动。是互相交流。那今天的这个活动，它是政治活动，它也是文化活动。它其实让我们看到政治人他文化那一面。也可以让很多文化人感觉到，这个政治人他可以出来借政治的力量来帮助文化。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互动。我希望这样子的活动呢，以后在台北市能够多一点。更多的人来参与，更多的人能够从这个活动里面得到启发也好，然后因此更加投入文化活动，也帮助政治提升他的品质。那我们其实今天真的很高兴，有这样子一个场合，有这样子一个机会，让大家。更加认识文智，文智作为一个台北市市长的候选人，其实光是从文化这个背景来讲，他其实我相信是最适合在几个人里面
是最适合的，远远远远超过啊现任的这个市长。那其实讲到世间议员啊，我跟他的这个交情也非常的久。世间议员让我最感到，就是说我有这个朋友，我以他为荣，是因为世间议员他跟我一样，有的时候少一根筋，他真的少一根筋，跟我一样。说当他要去做弹跳，哎，他就跳下来；当他要去跳海，哎，他真的跳海。OK， 他从来不会犹豫，讲到的事情他一定做出来，充满热情。所以我有一次，哎，很巧，他们两位都上过我节目，而且上节目的时候讲的都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两个人都很有料，两个人都很有文化。好，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的整个的进场又 OK 又差不多了。好，我们现在继续，我们请世阳啊，这个来为我们表演《黑水》。一直点着唱，所以我就这个独奏曲就帮他可以休息一下。那这首《黑水》其实是取材自那个平路小那个平路这作家的小说，然后他这个作家很喜欢取材一些社会的事件，所以这个小说是依据那个之前那个妈妈嘴那个咖啡的杀人事件，但他会加入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想象，或者说他会让这个故事其实不是表面上我们看到很多新闻啊报道，然后可能有很多他隐藏了更多人性的一些。然后这对我是读了那本小说的一个灵感，然后写上这个曲子。哦，你写的？对。Thank you.
大家几年前应该在电视上面都很熟悉这一件新闻。黑水是平路写了一本小说，非常好看。平路刚好也是我访问过的一个作家，在那个在电视节目里面，我还特别访问他有关于黑水背后的一些写作的一些细节，人跟人之间的情欲啊，人本身的很多的啊这种贪念，或者是很纯净的一些念头，就跟淡水河的潮汐一样，上上下下。那黑水它讲的其实就是我们在新闻里面看到的是表象，可是他平路试图创造出一个背后的一个啊，他理解的一个世界。那本书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小说。好，刚刚我们听的是释扬的这个创作，那下面呢，我们还是请这个千钧为我们唱，还是来自于歌剧魅影的一条歌，《你是我所有的回忆》。
音乐会其实马上要接近尾声，接下来我们还是请一清一出来啊，我们进行最后一首歌，叫做来书，这个意思我不懂，可能要请两位这个演唱者来解释一下来书。好的，那来书呢也是我们原住民的曲目，其实我们原住民族有14族，然后每一族都有他们 特别的文化，那这首是台湾族的，它是也是一个古调叫来书，那来书的意思就是象征的就是青青草木，然后生生不息，然后一直有一个非常生命的循环，所以我们今天就带这首曲子，也希望我们在地人的文化艺术还有我们的生活能够跟我们的心一样那么的纯净，然后这么的往前走，是个循环不息的生命力。好，我们现在就带来这首来书。Yeah.
你们说对不对？对。我们需要像姚先生这样子的人，也需要像王先生这样子的人，一起带大家了解文化，深入这个文化的中心跟核心。请让我们大家一起携手往前走，好不好？好。最后一首曲子是我们李泰祥李大师他的，也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叫做《一条日光大道》。那今天要把他带来做 echo piece， 就是希望我们的参选人姚市长未来能够携手带大家开通的日光大道，好不好 ？OK， 好，我们为他加油。谢谢议员的邀请，然后申老师的主持，非常感谢。我们就一条日光大道再次跟大家说声午安。对，晚安了，对。世界级的，谢谢谢谢，谢谢大家。Oh,
一起上。来来来，大家一起上。一起照个相，一起照个相。姚市长，天君、玉清、世阳，啊，各位，咱冯老师，各位敬爱兄弟，真欢喜吼！这个下晡咱有欢喜无？有欢喜无？咱用这个欢喜的心情啊，带着咱这么多好的艺术界，咱的音乐家，因的演出，因的智慧，因的奉献，咱做伙。咱陪伴着姚文智，咱进军台北市政府，将台北市长咱甲听进来，好唔好？好。咱台东是台北市的发源地，所以咱要建立文化台北艺术首都，对咱台东区开始，好唔好？好。对咱台东区，就是对咱十方业绩开始，好唔好？好。好，拜托玉清啊，玉清的夫人甲世阳，咱抱着这份的热情，啊，在冯老师甲咱牵架之下，咱追随着姚文智，今日是咱的第一场，未来咱还佫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咱每一场。的音乐，咱从咱台北人，咱爱音乐、爱艺术，咱是一个有音乐、有艺术修养的首都。咱从这个声音甲传出去。啊，我感谢今日各位有哪样子，啊，感谢各位里长在百忙当中，啊，咱两位，咱股东部的主任拢到现场，啊，我办公室吼，因也拢加班。相信各位兄弟拢明白因真深厚，我议会办公室沈志林沈主任吼，还有我中山湖务处吼杨朝凯杨主任，哎，大家好，啊，台东湖务处倪秀慧倪主任吼，下一领导的工作委委沈彤吼，啊，咱台东区公部小江江主任，是不是？杨主任，我今天还阁传200粒小小的肉包给咱哦。好啊，加油！啊，念影，咱欢喜来结束，但是咱阁期待第二次，咱阁小酒小肉，同款伫咱食，十方乐器，咱做伙来快乐度一个寒露，好唔好？好。啊，咱先拜托咱的姚市长吼，好啦。百忙当中抽半点钟啊，甲咱做伙啦，好唔好？好。我请姚市长吼，能够就咱做一个建议。好了，等一下，那个我先在那边查一下。文化需要记忆。我们今天我们有这样的场地，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徐光年老师。对，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是，谢谢。他经营这个场地非常的不容易，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支持。我们要支持的话，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文化概念的市长，啊，徐老师经营这样子场地，台北市其他12个区都要有像徐老师这样子场地，台北市就更容易成为一个文化之都、文化首都。我们谢谢徐老师啊，谢谢谢谢谢谢徐老师，谢谢谢谢议员哈，谢谢未来的姚市长，好啊，今天帮我们推广我们这个地方，还有音乐。这是我刚刚讲跟委员讲说，这是我们的错，因为我们做了20几年，居然我们都没有办法把这个地方推得很好，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始有一个新的开始，能让这个音乐可以跟大众可以更有密切的关系。好，今天谢谢大家光临，谢谢。啊，咱再一次吼，咱甲姚文智鼓励一下，好唔好？好，姚文智，咱我加油，好不？姚文智，加油！姚文智，动！姚文智，动！姚文智，姚文智，姚文智，动！啊，我已经到千金四羊哦，已经千金四羊，咱感谢因好不好？好。那我已经千金神了，我感谢感谢感谢，好不好？好。已经千金四羊。Yeah.
徐柏林老师哈，来赶快哈，徐老师，干奖干奖干奖！王世坚，报告。